姓李，我来自 Oakland Road。Oakland Road 啊，你在那里也听到关于这个展览会的消息？从报纸上面。从报纸上面啊，你觉得自己的那些展览会所展览出来的东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明白比较清楚一点咯，更加清楚一点啊！你觉得这些所展览出来的东西的那些资讯丰不丰富呢？还有没有更加清楚关于这个 MRT 是那个苏纳如何开箱的这个东西？会很清楚啊！会很清楚啊！然后你觉得你会要用你的时间来给这一些 feedback 吗？这一些回应？会。你要给这些东西，你觉得这一个过程是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？就讲你们这样争不起这个过程会不会怎样？是，你在给这一个 feedback 的这一个过程，觉得容易吗？因为你可以写那个纸呢，或者你可以 email， 或者你可以打电话上去的。很简单啊。很简单啊。啊 OK， 你有没有更加好的那一些意见，来让这一个过程更加好一点？如果他的传单有写买华语啦，可能有些人不会马来文或者是英文。他们比较清楚，所以就是说更多一点的那些语言呢对，更多一点的翻译啦，会更加好啦。OK， 或者那些问题是可以把它放在，你意思是说一起跟那一些传单一起放在一起，就不是说另外了，跟那些那些 brochure 一起放在一起。是。好的。